咱即马过来学习上尾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因为这个时阵啊，我有听讲有马来西亚的华侨有倒来上课，唔知有这个代志啊无？啊，那有请举手一下好无？无，迄日本已经讲了吼，等咱有讲过啊，日本有讲过啊。我是讲马来西亚，啊那无，咱即马吼，现在搁刷落啊，咱即马啊，因为拄啊直接甲直接的关系啦，我要先邀请咱即回啊的一个同事嘛，来讲伊的。心声，伊来遮是安怎来遮受训？啊，受训了后，伊的感想是安怎？咱要要听啊，林啊，林焕民啊，咱这个啊，同心啊，请伊来甲咱讲伊的心得一下。好、哦、啊，首先呐、啊，伊本身是高雄人嘛，是不是高雄人？啊，因为高雄师范大学。伫遐摕到学位了后，阁去高雄大学伫遐咧任职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咱台湾民政府啊，足需要这个啊人才啦。第一，爱少年；第二，爱有啊这个叫做学术。吼、哦，那安尼。那回去，大家拢介绍成这款人才来，咱免两三个月啊，咱就要执政啊，安尼好唔好啊？而且拜托啦，而且咱即摆请伊来甲咱啊讲一寡伊的心得的，好，啊请。谢谢议长啊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有恁啊，米夫米桑，哦嗨呀，诶，米娜桑，可内吉哇，诶 ，everybody， good afternoon， 啊，我是客家人啊，还有客家人啊，在这边我的教育背景呢是一个小学老师，然后到大学老师。啊，目前是高雄大学的教育学系的老师哈。啊，这边我是带着半信半疑啊的心里面来认识这个台湾民政府啊。那好在我们那个前辈啊，李大哥呢，高雄州的啊，他很热心啊，盖给博。啊，那不断的一直缠着我啊，我没有空啊，但是他所以呢，但是他一直要我的资料啊，去办了一个身份证啊，第二天我就后悔了啊，请他把资料拿回来啊，他是说应该是没关系啊，资料已经送出去了啊，他也是用半骗半带的啊，把我带进来啊，但是呢，这昨天呢。前天他也是跟着我来了，啊，算是呢好人做到底，啊，那也是慢慢的呢发现说他的带领呢是有他的美意，啊，那这个过程中呢，我既然已经拿到这个身份证，我们就很担心了，啊，因为我是公教人员，公教人员会比一般的。啊，像你们私人的公司呢，我们会比较多一个负担啊，会比较敏感啊，啊，因为怕那个上司啊主管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不是马英九啊，马英九已经知道啊，他会慢慢的他都不讲话啊，底下的比如说校长啊，还是教育的
当局啊，他会抓你的毛病，我们是怕这个啊，所以我就问我的同事啊，他是蓝色的啊，他法政的教授啊，我就问他说，我的小舅子哇姑啊哦，不小心呢啊，年轻啊，那不小心加入这个台湾民政府，会不会有事啊？啊，我就问他，他说哦，第一个哦，解严呐哈，应该还有资讯开放，啊，现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那个靠着 Facebook 啊，什么茉莉花革命呐，啊，很多的资讯串联呐哈，民主呢越来越明显，比较不会发生啊那个政治的问题。啊，第二点呢，他说现在哈、哦、执政当局哈、哦，把这个台湾民政府啊，当作看不上眼了、啊，他当作是一个社团，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哦，那我就知道了哈、哦。啊，从他的意思，从他的对立的立场来看哈、哦，他都觉得应该是没什么事，啊，执政当局不注意，啊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慢慢的我又想到一些问题，啊，那怕还有一些，那你像蒋介石啊，啊，法理上我已经认同啊，民政府啊，这个道理一看，啊，尤其我们的秘书长当初呢去告美国的时候，他是228啊，228个人，那我一直很接受这个观念，哎，很同情这228的台湾的受难的开始，政治炼狱的开始啊，啊，然后看到旧金山合约啊。啊，这个理念是通的，啊，但是呢，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军事强权啊，政治实力啊。那蒋介石也会问毛泽东啊，你有什么法理把我赶出来？啊，那个毛泽东也会回答说，我的法理就是人民支持我啊，啊，人民不支持你，你就被赶出来，啊，所以外面来看就是内政问题。那所以我们还是。我还是很慎重，我要来这边受训之前两个礼拜呢，我就找我的好朋友哈、啊，有的是那个博士班的同学啊，有的是老师啊，都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参加啊。然后我知道他们可能一下子给他们这个议题呢不了解，所以他不会马上答应，但是呢，我至少请他们判断。啊，判断，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一定会警告，哎，不可以去，啊，林泛民那个不好，危险，啊，直到我要来的前一天也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，啊，他们有的也是老师，也是蛮保守的，啊，那私人公司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比较自由了哈、啊，比较可以自己做主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踏进了这个里面哈、啊，这个民政府里面呢。啊，那我还会想到说，这个一来到这边上课，就看到很多像有一些政治迫害的前辈，啊，他也是现身说法，有很多白色恐怖都过来的人，因为他之前已经受到苦难，啊，他应该比我们更敏感啊，比我们更小心啊，他也认同这个民政府，他认为是一条出路，啊，当初呢，我就想到说。哎，我们是基督教哈，我们是长老会的，啊，长老会里面呢，我们就常常开玩笑的说，啊，那时候不是那个阿扁的公投没有过吗？啊，后来防疫性过的时候叫鸟笼公投，那我们就开玩笑说，那我们不会来公投说给美国管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梦想，啊，一直常常的政治炼狱哈，一直没有办法没有国籍啊，非常痛苦。啊，我们的青少年得冠军拿奥运或是电玩小子，不让你拿国旗啊，啊有的小孩子还哭，啊表现第一名，啊那我们觉得说很受打压哈，啊来到民政府才知道说，哎这个不让我们拿的就不要拿，啊那不关我们的事，啊从法理上慢慢的认识，啊然后呢就觉得说。把这个梦想啊，让美国人来管的梦想呢，我是不断的祷告，我把它变成一个 vision， 一个意向啊，意向来期待。哎，
啊，看到这个李大哥呢所给我的资料，哎，真的从法理上说得过去。那军事的强权呢，政治的实力更强，因为老大哥是美国啊，那法理上很强啊，那个道理非常非常坚定。那这个政治实力更强，那我就是找一些证据，比如说有那个民政府的那个车牌啊 ，MSCG 的这个车牌哈、啊，如果被抓了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过渡时期，我们的一些行政，我们的生活跟执政当局有冲突的时候，谁来救我们？啊，这个答案我有找到啊，有几个证据，就是说像秘书长提到的，有 CIA 啊在保护他，啊在暗中的哈、啊、在做支援的动作，那就觉得这个过渡时期真的要考虑啊。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的车子被警方扣起来，啊扣押起来，啊然后呢有一个美军的政府啊美国的政府单位打一个电话。啊，那个警察警员呢、啊，叫他回来牵回去，啊，所以已经回收了，还是乖乖的把那个回收的车呢，把他让他牵回去，啊，那可见呢，我们背后还是有支撑的力量，啊，这慢慢的就放心，啊来到这里面听到呢这些的一些民政府的做法，啊转型正义。啊，像一些身份证的做法无缝接轨啊，跟现在一模一样，只是资料换过而已，可以接轨啊。那钞票看看要怎么才不会乱掉哈、啊，到时候无缝接轨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不会乱掉哈、啊？钞票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啊。那因为要常常上市场买东西啊，到时候会弄不好的话会引起反感。啊，不认同这个 TCG 啊，啊，会有这样的问题。那在这边呢，上课呢，还看到很多啊，为百姓设想啊，这个主题呢，啊，我们是觉得这个理念很棒啊，就是服务啊，啊，服务在先啊。不是有一位讲师呢，他不是说呢，你不要用自由快乐成为你的目的啊，啊，那反而达不到。啊，那你用牺牲服务的态度呢为目的的话，啊，这个过程呢会比较完美啊，最后你还是会得到自由跟快乐，还有财富，这样子的想法啊。那这里上课还安排很多艺术啊，像我们听演讲，还准备音乐会，啊，像我是学领导的哈、啊，教育行政，然后就觉得说这个训练干部呢的艺术啊，艺术美学非常重要哈，啊，等到欣赏艺术可以。你的干部啊，你底下所领导的人员呢，就会很快的上轨道，他跟你的默契呢，很容易带得通啊。那这边还有看到很多的这些的一些设施啊，都让我觉得呢，这个民政府呢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啊。谢谢各位。谢谢。咱大家安尼足清楚啊，是毋是咱选择个来遮读册有价值？有。感谢大家，我甲你鼓掌一下。咱拢要为着。未来走走顺顺，不是现在的政府，是在那一些政策，咱看起来是很创新的，高速公路都起好了，就要叫财团来这里算钱啦，这不是呢百十人民，高速公路起好啊！伊即马讲叫财团讲来设一个扫描器尔啊，为遐贵啊，就算钱。啊，大家有影
无法度，大家足乖咧。我甲你讲一个例，南非约翰尼斯堡，甲这个叫做普利托利亚这个所在，那高速公路我拢设一个啥扫描器。到尾啊，人民百分差不多五十几，拢无爱交啦，拢无爱插伊啦。较深啊，已经免交啊。这是一个例啊。外国因那是南非是英国所殖民。地留下，因此以前是英国国协，啊，到尾来怎独立，成为南非共和国。南非伊的法律，伊那是以前是黑人被压迫，后来就是因把取消黑白政策。啊，我有去过南非，南非，阮迄阵也去啊。黑人的厕所甲白人的厕所分开呢。啊，当咱迄阵也去，讲咱到底是要去黑的，还是要去白的？到尾啊，伊甲咱看到白人啦。迄时叫做啊，因波塔总统，南非波塔总统的时。因为他有来台湾访问过，有去日本访问过。伊讲，足发达，日本东方的人，日本也足发达，台湾也足发达啦。安尼好啦，甲咱算为白人啦。啊，所以有这个现象啦。啊，所以人因的法律也是规定了足好势。当然，因到尾也好，当地的。市民去安怎？去表决，啊，表决多五十几趴，而且和黑人迄个怎能够投票参政啊，互因来选举，所以用这个方式。啊，我即马要讲这個，要阁讲到讲，迄个英格兰甲苏格兰，即公投过尔，即公投尔，大家知影嘛吼？我即要讲一个，互大家听，就是我要互咱来做一个探讨吼。咱爱了解吼，苏格兰伊即回要公投，伊我有伊个限定投票的，要做规定的。第一是因为苏格兰因个公民嘛。住伫苏格兰的人会使公投。第二，我英格兰的啊，住伫苏格兰的人，过来第三，欧盟，因为我要参加欧盟嘛，欧盟呢住伫苏格兰的人，足奇怪啊，哪会无去公投香港啊，住伫苏格兰的人？袂杀你呢？香港因为伊现在唔是英国啊国协人啊，因为也唔是英国联邦咧管的啦，所以香港就变到中国人，所以因袂使来投啥啊？这个公投，咱要讲到这个所在，咱个我定咧讲。因为李登辉总统无清楚，伊无清楚讲要会神，伊讲要会神啊，神甲会掉，我就是中华啊，就是台湾国啊，就是独立啊，我甲神会掉，吼、哦，伊个想法啦。啊，美国讲袂使哩，咱来去想这个问题啊，是安怎袂使哩？大家有去想到无？啊！就这块土地都唔是恁，恁要做啥？
迄个中国个啊，毋是咱台湾个做啥？诶，人个，即个有迄个啥土地所有权状个人个呢？啊，就是啥？啊，就底下迄个土地内底个人啊。咱还有两块，对唔对？啊，就是美啊，现在这个土地的，就是美国占领，啊，过来就是日本天皇有这个土地所有权。啊，要恁要安怎有法度讲恁是成立一个啊新的国家？哦，因个最近哦，最近啊。一些好像是啊，台独的也好，还是中国的啊，迄、那个异议人士也好吼，因的想法就是讲啊，恁台湾人已经选总统啊，又个是迄个做啊，民进党的蔡英文因安怎想法讲？哎，咱以前来无民选的总统啊，是以前的，就是流亡政府啊，现在。前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，就是不是流亡政府了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哎，按这个逻辑，敢会杀你？这，哎，那个秘书长常在讲，带伫国宾的人，会使来决定讲国宾的所有权啊，会使袂杀你？国宾的人。头家人伫遐，人伊有所有权，啊，恁住伫遐，住较久啊，讲，啊，无咱来决定咱国宾的所有权，啊，哪有可能？所以讲，以国际法啊，甲这个战争法啊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都写甲足清楚。有诶，佫进一步佫咧讲啥？咧讲，日本已经安怎投降啊？啊，无讲交予虾米人啊？安尼住伫遮的人，都有这个权利来决定，安尼敢对？大家思想无了解，所以头拄啊，咱的 PowerPoint 予大家看，有一个虾米？啊，都无怪讲中国咧唱白做义咩？这大家会清楚嘛？对无？吼、哦，伊讲啊，咧做义咩啊？迄就是啥？伊就伫联合国上啊，无爱互你，无爱互你要做啥？互清楚嘛。伊要做家己的阿爸，要讲要侵入啊，这个台湾，要来占据这个台湾。实际上，因根本无啥物理由。哦，咱即摆要过来换一个啊。当然，我看这就是要给大家看嘛。这个吼，就是刚才这个就是，伊即爿就是安怎？来，咱来看吼。政府啊，咱的政府啊，这个债务啊，这个蕴藏的债务偌济啊？17亿，哎，17条啦，三年增加偌济？4条啦，啊，直直甲你开嘛，啊，大家有诶讲，啊，都有诶甲你乌白开代去，开去平坦去啊，啊，平坦，悠悠去啊去啊，前两天啊，听到诶，昨个还是昨日，虾米中国来甲台湾诶银行借差不多几亿。到尾也阁无形啊，无担保啦。你毋知道有听到无？哈？所以讲哦，所以莫怪大家无紧好紧走吼，啊，毋知要阁要毋知要阁开偌济？啊，伊即摆吼好康诶，拢好做啥？好财团啦，啊啦财团。即嘛要选起啊，啥是要创啥，伊较方便啦。啊，这啦，这讲也无一定啦。啊，这里那是这财政吼，这最新的报道吼，啊，实在
啊，咱咧爱了解吼，啊，这可能大家拢知影嘛吼，这就是啥？太阳花迄阵啊，美国我才惊到呢。美国讲安怎？讲咱太阳花是3月30呢，世界各国拢响应。啊，美国的啊助理国务卿关亚太的这个啊罗素才来讲啊，这个叫做啊 autonomy， 就是要给咱安怎？令自治，这个自治啦，日本有天皇在呢。但我们台湾的土地啊，还上面有天皇啦，而我们还是啊，天皇有这个所有权呐。啊，有一个教授，都啊，台大的教授啊，都到顶做会在吃饭的时，伊甲讲恁台湾民政府。以后是你安怎行？伊讲伊无清楚啦。有诶讲啊，51州诶啦，啊有诶讲啊要归属日本诶啦，哦啊有诶讲要啊做啊美做等于互美国来占领就好啊。哦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我甲讲吼，依照美国这个罗氏咧讲，吼、哦、这个。咱是以后是要给咱自治，咱的自治是啥？在日本天皇下，那个假设那个加拿大是美国的，是英国的啊联邦，就是因的国协啦，是英国国协。咱阿爸啊，从加拿大安尼就对了，从澳洲安尼啦，从纽西兰安尼啦，是。英国国协里面的一个成员，那阿伯啊，就是跟日本啊做啊一个国协啊，咱是日本的成员，因为他天皇还有这一块土地。伊讲好，安尼一清楚，好、哦、啊，后来。他只是尊敬天皇女王，精神上当然他们会自己认为是啊，那个就人民会说啊，我们女皇啊是英皇是他们的啊精神领袖啊，他们的象征，他们是这样的哦。类似啊，当然这个是演变哦，还是会一直啊进行呐、啊。所以，咱那要叫大家去创造历史，是不是？大家计划过来见天皇，啊，搁举一支旗啊，搁礼拜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咱爱予伊同意嘛。所以，有要创造历史的人啊，家己。吼、哦，欠38000，哦，啊，我即马阁去的都啊失败啊，要甲执政啦，我若无过身哦，我一定参加甲执政。啊，这是正确的啊，啊，咱正确爱行，可能大家在上课，我咱一个啊。这个叫做庄明雄，大家知影嘛吼？迄、那个新罗医院院长，啊，伊以前拢带队去冲啥？讲冲联合国啦，要入要联合，得冲啦。讲几啊年啊，拢带队去，啊，都行唔着路，你啊，你唔着爱讲来行这个正确的路，啊，那行这条是100%，吼、哦，干那差一丝啊尔，啊，大家个。努力一下，念会到啊！啊，这就是咱地方政府拢做一挂假啦，吼！啊，这那是咧做一挂要咧迄个扶贫吼，咱这个地方政府咧做吼，啊，这个海军陆战队讲要淘汰吼，
哦，啊，这拢予大家看这个，哦，啊，这伊咧骂人咧，郭冠英啊，咧骂咱台八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那是台湾省政府吼，个、哦、迄类，啊，来看，过来看这个，这美国国防部啊，警告中国不要破译啊，破坏区域的文，啊，这那是国防部。啊、我甲大家讲吼，我一摆大家唔知记哩无？一摆啊，美国的迄个叫做侦察机，去予中国怎啊？迄个战斗飞机甲擦撞啊，甲克落去迫降伫这个叫做啊海南岛，大家唔知这件案件无？迄个时阵啊。飞落时啊，因国务院啊，甲因讲，请因啊，啊爱放人，吼、哦、啊，请因爱啊赶紧处理这件代志，拢无咧处理啦。到尾安怎？甲这个代志讲安尼好，国务院讲啊，你若无法度赶回消息，我甲这个案件。交予国防部去处理，国防部接到这个案件尔，限制啊三天内，中国爱处理这件代志，也未到一天，中国就发布讲啊，这个予恁处理啦，予恁会使啊恁飞机的代志安尼结束，无啥物代志予恁。等下人遐，互你等下啊！这个飞机啊，互恁去处理。这都啥？这都应该去国防部啊！国防部出面，伊甲你限制这个时间，你若无答应，伊就做动作啊！所以到目前来讲，世界各迄个叫做军力上强的啥物啊？那是美国啊！所以到处拢个啊去讲做世界警察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予大家话清楚。所以讲，国防部若出面啊，因大家讲啊，这话袂合理，赶紧啊解决，予处理掉去。吼、哦、啊，这类似安尼啦，啊，这就希望大家过来吼、哦。嗯，啊，这你看，这个人。啊！你看穿起来，大家拢穿服装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拢换铁帽啊，所以讲大家都爱准备服装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都你看，我要搁讲一个吼、哦，你看这吼、哦，遐济你看，哦，遐济呢，嘿，这拢咱的机啊呢。哦，爱伫头前嘞，这伫车，第一回啊，咱入去，从来唔捌自己起啊入去嘞，第一届入去，咱要牙桥讲袂使哩，第一站啊，甲咱冻掉嘞，讲袂使，我佮讲，啊，恁入去问看卖啦，讲嘞听问看卖，阮。台湾民政府啦，要拿这个起来啊！啊，到尾来，伊问了讲，会使予咱拿入去啊？啊，就是本田红啊，足清楚啊，因为安怎足清楚？咱是伊的臣民啊，啊，臣民要去见皇帝，讲袂使拿入去啦。所以，伊那怎好啊，予恁入来啊？啊，这就是，啊，个报纸都唔敢看呢。因为伊迄边吼，我有个做啥啊，左派的吼，因遐讲因的议员若插中国的国旗伫因的桌顶，讲伊有他啊补助因讲话几啊百万呢。今日是轻松的，你插一支中国国旗，因的议员的桌顶讲安尼补助几啊百万。
哦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因那边的势力，中国的势力也足强。伊他新闻大部分拢话中国的势力，甚至吼，甲咱的旗啊，像这款旗啊，拢啊，规个甲你擦红的啦。欸，你看甲比较看，因这支吼，这个红的较细粒嘞，啊，咱这支红的较大粒嘞。啊！伊规个拢擦红的啊，无爱互你看到内底啊，规个擦红的啥物？啊，这日本机啊，才较大机，较红的。那日本机啊，两机无共款。哦，这个甲咱这拢擦，这拢甲擦，伊这拢甲擦红的啊。啊，这拢甲擦红，嘿，新闻哦，会报道出来哦，我无爱互你出来，所以我无爱互你上广告啦。啊，即马足清楚啊！即马咱顶年八月十五去啊，报纸都弄出来。哦，啊，这都互咱去想啊。迄个咱有捌办一个日，迄个叫做啊精英，吼，咱捌办迄个叫做啊台日精英吼，迄个研习会吼。日本人有来，啊，我甲问啊，问讲啊，咱阮这个机啊会使夹，啊，看因有啥物思考，我要互因了解这个情形。啊，这大家较无看到啦，所以安怎迄类，因会用暗波吼，因讲啊，都甲天龙。要用马无啊多好马啊，啊干脆我来用伊咩来倡导迄个怎，甲联合国只个做国家讲，拢倡导这个附件内底讲，因要收回，啊再来煽动只个怎，迄个较细国家唔知影啊真正历史的人，甲讲啊我来恁遐建设一个怎铁路啦，甲你开个啊高铁铁路啊，好人啊，恁来甲投一票啊！伊遐钱都啊，免予日本啊，免来买啊！啊，伊才去甲遐个做联合国遐小国啊买都好啊！啊来，是安那要来买台湾？恁大家可以思考啊！因为战争法，你用战争一定没有办法取得台湾。台湾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啊是安怎？四月七日，大家足清楚嘛？欸，流亡政府来甲讲，这个四月七日是啥物？愚人节啦，所以四月一号所宣布的都不算。啊，都日本宣布啊，台湾啊，迄个叫做啊，实施啊明治宪法。和台湾人可以当兵，打战死了，啊，可以放在靖国神社有39,100个。啊，恁可以选出三个参议员到东京开会，啊，五个众议员，三个参议员到东京开会，啊，这种事实上历史上都有记录的，所以。咱大家拢去学讲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光复了，大家都是什么中国人？啊，我呐，我该逼一个你啊！一个朋友讲啊，你这个辈族，我想辈什么族？伊讲你这个是啊，你的祖先来自中国。我讲嘿，啊，我去阮的黄金翁啊内底啊，我拢定安尼讲啊，都确实啦，黄金翁啊内底。阮的祖先，哎，一个甲看卖，找出来讲，干那两个写唐山族啦，啊，找无唐山妈啦。我阮来讲有唐山妈，讲我唔着是中国人。哎，啊，有唐山族啊，安尼啊，拢是啥？拢是兵部做嘅嘛。迄个林玛丽，迄个马开医院诶一个医师做血液，迄个 DNA 鉴定。90%啊，拢是平埔族的啦。咱拢是平埔族的，因为安怎无故坐大位。啊，你呐，
老母要死，啊，就爱去叫阿姑回来封灯呢。大家唔知有这个习惯啊无？啊，若有这个习惯，啊，你就是平埔族的嘛。哦，啊，这足清楚。吼，哦，啊，卖讲哦，咱是白族，我咱的协议一定来检查，一定也是平埔族的。啊，这样好大家看。迄阵啊，因都足清楚，足清楚，吼，哦，这个那是中国的，伊那不爱讲啊。较早朱镕基啊，朱镕基伫中国咧做创业时，讲台湾你要做啥？要做讲迄个全民投票，啊，甲伊讲迄个做台湾，伊个地军头目讲，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人讲啊，更少更少更少，迄条拢无唔知历史，唔知是，起码应该唔敢讲啊咧。这个讲啥？这温家宝讲是啥？创造一个新的名词，中国的核心利益。啊，唔敢讲台，因为钓鱼台就是跟台湾一样嘛，就是钓鱼台是宜兰说的，迄类，吼。啊，这个有诶较无看到啦，这个大家较无注意，这个看卖的。这句就是啥呢？他甲美国讲啦，大船离港啦，大船离港啦，因要用这句来做民政府啦。安尼唔知道大家清楚无？啊，无伊要用这句，甲这句敢有共款？啊，无共款嘛？今天大家唔知呢？我咧讲，连台大教授，伊讲敢有安尼？甲我偏好看，伊讲哦，安尼哦，恍然大悟。好，哦，这就是要让大家更加清楚哩。哎呀，这拢是人呢，未使讲这是假的呢。好，啊，这。已经他是已经结束了嘛？1949年就结束嘛？南京感受一个蒙白底下，今天蒙白都做几时的啊？哎呀，在南京啊！好，哦，啊，这有诶都较无看到，好，哦，做参考啊。啊，你看这讲教育部安怎讲？这讲英文呐，啊，讲我国首都为南京，迄是因那边的人啦，啊，咱介无同款呢。迄就是啥，流亡政府遐的人，啊，马英九因讲因首都伫南京也是无唔对啊。啊，伊甲咱哪有同款？啊，这哦，奥伊贝亚咧讲，吼，哦，这一宗，但是这一宗唔要紧，美国来讲一宗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台湾是台湾，啊，不是啊，在他们的方，哦，啊，这咱拢知影嘛，吼，哦，这个影片恁大有看过无？我看这个叫做这个啊，咱。迄，那个影片，这个好看一下好啦，因为这个吼现身说法，因为有个人初级班的顶多读，啊，高级班上来初级班，啊，咱这里没有看这个。现身说法，秘书长，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，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
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童星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义灰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，难怪我们高沙组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事来讲，大家看这里，多谢各位。哦，这是啊，上一年啊5月19号。啊！因拄啊转来，啊！我是讲，我拄啊咧闭幕式，讲啊，你好，叫因过来。哦，啊！拄啊，这个时阵请因来现身说法。咱这是晶片的呢，莫去用骗去哈。咱晶片的哦，啊，从这个代志，大家拢清楚啦。哦，我这拢唔爱阁讲啊。吼，啊！我即马就是要介绍讲，那台北的朋友。啊，现在若有咧看啊，咱的叫做网站的，有看这个节目的，世界各国的乡亲，若有回来台北，就来这啦，重庆北路三段，吼、哦、啊二啊233号，吼、哦、啊咱这的电话，吼、哦、啊拢会使甲卡这里，咱这拢有咧办身份证啦。你来这申请，世界本土台湾人回来拢会使来这参观这里。吼、哦，咱啊桃园那有吼，伫、哦、中山路，伫中山路，吼、哦、啊，这里叫做啊通啊中诶、中山东路55号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会使。哦，啊那台中啊伫。啊，相识咯！啊，都那拜二有要来，啊，都招我拜二遐拢有演讲会。好、哦、啊，像这啦，咱这拢甲大家有兴趣的，拢啊拜托因来。好、哦，各所在拢有。好、哦，啊，你都上网去查就好啊。好、哦，这各所在拢有啦，啊，这也足清楚的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这。拢有啦，咱也有咧迄落吼，啊，拢即马就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啦。第一就是讲叫较少年、较有专业的来受训；第二，咱的身份证叫大家拢来申请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！啊，感谢咱今日就到这，感谢各位。